2024年4月20号13:41，在西屯路上往黎明路的方向，该部拖吊车它的吊杆吊臂因未缩妥脱下，造成电缆线毁损断裂。那在断裂的时候，又造成路边车辆第三车发生碰撞。本件交通事故没有人受伤，该拖吊车经酒测也没有发现有酒驾的情势。那该吊臂如果经查证未缩妥造有超高的情势时，会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29条的规定，以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予以处罚。以上。